觉得我很万圣节就这个。要走一个氛围感。好，这样。这样。我是故意要这样的、啊、哪样？没有，我只是刚刚觉得头发很乱，拿下来用一下。我好想说，我还要什么专程？Hello，Hello。我去年万圣节长这样。今天吗？去年。你那水饺是热的还是冷的？冷的。待会不会跟我讲？好啊。太完全了，我会减多排骨的，我的食脑都好了，等我，等等设计完，我只给你八颗，嗯，八颗蛮多的，可是它是没有，它是那个小颗的那家，嗯，下周我们要送万圣节南瓜糖果过来，好大声。高楼层的风啊，而且它，我只有十秒。它下雨真的是一下一下，嗯，就一下会突然下很大雨，然后现在就没雨。像它昨天下整晚，阳台那个水都渗进来，我窗户都关了，阳台的窗户都关了。我现在不想去管阳台。今年是红发，没错。这个就被老师送的红玫瑰。风好大，我也是，我这里风也很大。万圣节快乐！今天是台风天万圣节。的那个，哎，好可爱，太立强。去年的那个环球的万圣节发箍，大神汤，对，我用汤是谁？是 Tim， 这不是战利品，不是战利品是什么？这是啊，去年的。万圣节的，去年万圣节的，去年万圣节的发箍，环球限定发箍，环球万圣节限定发箍。现在队尾上天蝎宝宝，我是天蝎宝宝。水饺。Hello， 子子。天线宝宝。好多好多，谢谢冰册选上的。骷髅糖果，谢谢纪委送的万圣节会员票，谢谢戴伟送带你去流浪猛鬼版，哇，他骑南瓜耶，好酷哦！万圣节快乐，他是 Team， 然后万圣节有出狼的耳朵，就是这个。现在恰恰送缘分相遇，
现在居然是 Tim 的尾巴，对啊，他的尾巴，他的尾巴，正在看剧，对，睡觉。爷爷的祖先，爷爷祖先是狼吗？祖先都是狼哦，狼狗。那可是对啊，我刚被他今天我刚吃辣呛到。狼狗，我是狼狗。狼狗，像我全像狗看狼是哇酷，那我是狼哎、欸，谢谢菠萝穿上，然后是这样。谢谢菠萝穿上捕梦网。叫我狼爷狼狼爷。找到泡面了，竟然在找泡面吗？我只能吃狗，但我戴了狼耳朵哎，我今天戴的是狼耳朵。我今天是狼，虽然上面有一只熊趴着，不知道什么熊趴着啊，好可爱。今天是狼。风也很大，我不知道，就是听起来蛮大的，听起来它一直在嘘嘘嘘嘘。熊也有狗耳朵，那是狼耳朵，那是狼耳朵。像它平行的，斜的吗？风太大。谢谢 L 送的缘分相遇。网络怎么了？不好吗？但我这边蛮好的。谢谢维基笨大师送的红玫瑰，我这边感觉蛮好的。你是狼啊，人呐、啊？泡面加水饺，你说里面水饺哇？好饱哦，完全没办法。刷出去跟出去刷新，那就是要出去刷新。就像球，然后球就是你。
的法官。October 是十月，十月是万圣节，万圣节是小丑，小丑就是你。我是哈哈哈哈啊上一好烦啊，好好笑，是那种哎签售给他念的那种。吃了个水饺。饼，油饼是。蛮好的，超好笑。他的口红又花掉了。这个风对啊，风超大。好，坤坤，风超级大。十，然后看，十月是 October，October 是万圣节，万圣节是小丑，小丑就是你。万圣节是小丑，因为为了要接小丑就是你啊。甚至会前一天在高雄吗？还有，是不是有？水饺沾口红，他就一直弄到口鼻。他有写日期吗？OK， 对的，那就是这样子。因为要大半个台湾的，所以我一直在给大家做心理准备。组合什么组合？电商，我只知道电商，但我没有仔细看过。其实我没仔细看过，我也是公告出来才知道是在星光三月。哎，对，就这张，这张上面有写，啊，我一直看到这张照片有写日期哦，笑死。
完全没看到，我只看到了本馆十楼舞台，我只知道在十楼。正播到精彩，好的，可以的，好的，好的。对，确实时间真的很长，但真的就差不多，就是那一段时间。看脚本，拜拜。说是那个吧，偶像，哎，不是，是吗？偶像学员。好久啊、哦。连着更开心吗？道路星光三月，哦，被带上去啊？啥问题？规矩在哪吗？雷吧雷吧，不喝奶就难不生你。哎、欸，那十月啊，那可以可以吗？他说服我们叫外送，然后叫有薄荷奶。会南下表演，新加坡也是南下。要这么说的话也是啦，只是要坐飞机而已。Hello， 午安。喝给你看，哇，薄荷奶感觉不能加料哎、欸，薄荷。空中气墙可怕，因为超级大声，在楼层高的地方。仙草感觉超可怕，薄荷仙草奶。难得机会，很棒啊！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去新加坡。薄荷真奶、野果奶啊，加野果可能还行，是不是？龟苓膏不要啦，加龟苓膏也很可怕。
芦荟感觉也不行哎、欸，啊，布丁感觉可以，但我不吃布丁。骄兵买马就啊，天生的万圣节，真的、希望可以去其他地方表演。为了比赛，什么比赛？我不吃统一布丁，我不敢吃统一布丁。统一布丁有一个统一布丁味，但我吃那种鸡蛋布丁。什么饼？高雄也一年了，好像是哦，也一年了。龟苓膏加蜂蜜很好吃啊，我知道龟苓膏会加蜂蜜吃，我好像知道。不行吗？啊，很久以前有一个二期生招募二期生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是吗？然后就没有了，对。一美布丁没有吃的、欸、但好像比统一布丁好吃。统一布丁最，我觉得最甜，我不能吃太甜的。没有、啊，统一的其他东西很好吃啊。松可布丁我没吃过，松可布丁什么？除了统一布丁之外，我也很少吃其他布丁，因为就不吃布丁。不喜欢黑糖，没有不喜欢黑糖。法务部门八本门，收起来，不会被提告了。啊，你说厚厚烤布雷，但我比较喜欢吃黑糖。传统布丁，你要去那种，就是可能要乡下才能找到那种自己做的那种传统布丁，很好吃。天冷。布雷奶盖就是上面那一层奶盖是布雷口味的，就是布雷口味的。有酒的布丁我不敢吃，我不喜欢吃任何有酒的东西，就是那种酒巧克力什么那种，我觉得很可怕。布丁仙人呢？哈，我没听过布丁仙人呢，是一个牌子吗？还是谢维基芬大师送的告白气球？我记得有什么红砖布丁，那个也就是可以吃。我不是布丁雪糕，对不对？巧克力就巧克力加什么啊？咸的可以，咸的食物可以，甜的食物不能加酒。姜母鸭可以，那种麻油鸡也可以，但是甜的东西不能加酒。米酒可以啊，横滨咖啡厅的布丁有吃，我有吃哎、欸，有横滨咖啡厅我有吃，我觉得就是
布丁仙人就是一个人，每天布啊，是不是？什么在哪？板桥那个吗？还是哪里？是，不会为了布丁去很远的地方，就是手工布丁都可以吃，但不会去买布丁。啊，不是说什么布丁仙人的爷爷态度不好，是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讲法？对，吸引力不够，因为布丁本身对我来说吸引力就是不够。板桥有一间，对啊，我知道板桥有一间还蛮有名的布丁店。评价两次，就是除非不然就是我交到很喜欢吃布丁的朋友，然后他去东京想要吃，然后我才会跟他一起去吃。不然我自己一个人绝对不会去吃的，没有兴趣。蛋包饭是谁？也有蛋包饭仙人吗？布丁狗，对啊，光我就布丁狗也还好，就知道我对布丁真的还好。正布丁，没有，正布丁是不一样的布丁。什么都可以接一些人吗？水饺仙人，我妈是水饺仙，难听。那我想想，我要当什么仙人？我来当，我可以当什么仙人呢？快讲，忙爆了。是很慢，爷爷仙人，薄荷奶仙人，包什么？现在讲出来。你说我水饺吗？韭菜仙人。狗狗为什么不是仙狗？有道理。那是鸭食仙人，炸鸡仙狗，听起来超难听，超好笑。炸鸡仙狗，狗仙，狗仙，仙狗。那贝壳是不是仙贝？是。喜欢狗的贝壳叫旺旺仙贝。仙人就会被妈妈说什么都不吃都要做仙人，我说对啊，我是仙人，所以已经变成挑食仙人了。
放鲜贝果，放鲜贝果。笑死！在玩谐音啊。换个歌单，虽然他感觉自己都会跳了，那他等一下自己跳了。哇，我刚刚眼白好多，好可怕哦！我眼白真的很多哎。你有看过上眼白吗？给你们看看上眼白。谢谢妍妍送的骷髅糖果。那给你们看看下眼白。我不会下眼。没有，那个小卡没有上眼白。大家眼睛都有血丝啊。不要，翻不过去。上眼白比较好看，比较好翻。眼睛大，但我其实是内双，我不是双眼皮。如果变双眼皮的话，眼睛会更大，很可怕的那种大，很可怕的那种大。会变掉。有啊，有偶尔是，我拍 MV 都是双眼皮，但是真的太大了。有一点，我觉得很大哎，给你们看。给你们看看。就会变这样啊，但眼睛是小的，所以看不出来。他三点才宣布停班，救命！太晚了吧？
因为撑起来会有太多眼白。昨天还说照常，对啊，我有听说昨天说照常，然后结果今天竟然说停办。对，是看旁边，所以才有眼白，没有赌成功。哎呀，哎呀，龙卷风，真的假的？看过无数的眼白，就你，谢谢眼白吗？眼白，龙卷风，真的假的？有龙卷风，花莲还哇。好可怕哦！但这次不是直接到陆地上吗？就是咻，然后直接进来。可是他三点才说停办，那这跟有停办跟没停办不一样，因为大家都出门了。可爱的眼白，感觉走外地走，对啊，对吧？但停办的话，延期哦，还是就改期啊？改期还是延一天啊？气场不同，眼白多了。在哪里办？谁有？还没公布。哇！被你的衣服吓到？没有啊，你的衣服超厉害的，你的衣服看起来超级很专业，一整个套装，看是取下来没有啊？那真的不方便，确定全退哇！穿什么？他穿粉红色的套装吗？西装。台北小巨蛋，原来如此。粉色蛋蛋，嘿嘿，粉色很可爱。我也是粉色派，皮鞋懒得找粉的了。哎，粉的皮鞋感觉很难找哎，粉的皮鞋感觉不知道去哪里买。台风好麻烦，秋台听起来像秋葵。客制粉好像皮鞋，
穿得像牛郎啊，然后刚好配那个晚上的夜路啊，很秋的台风，冰淇淋很好吃。一开始还没发现是最新的生日题，对啊，是最新的生日题。我先穿来给大家看看。好，我想问大家，就是比如说，我想一下，有那种那个。大家都很喜欢看到很花的，轻易的都很花是吗？我要说什么？啊，就是比如说那种周边上面会想要写什么字，就比如说什么欧西啊，或者什么神推什么，就这种字，大家哥哥要。日本的，就是那种偶像字，那叫什么？欧西卡兹的那种用语。想要正常的那种，就是感觉不错，加那些字。哦，对对对，很卡吗？就比如说神推啊，然后什么，我看一下。你家的天有点卡，有点卡。今天也最喜欢的结婚。对啊，就这种。下雨天真的网络会变很烂。还有什么？我看看。我刚才在查，然后结果。就大概长这样。这种这种存在的神，存在的神，所以大家都没出门在想，没有，我就是风吹什么雨在那边这样，然后往这边来，自己化妆，但不是啊，我要打击可以不？救命！狗狗，刚刚用两只手试图放大它，再讲，这种，就这种，这种，这种。只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种。我说字啦，不是这个东西，是字。绝对结婚。
左右相反一瞬间啊，对耶，左右相反，颜面国宝必须的。哎，我有一次为了抽一个不知道什么 Daniel 的颜面国宝，我说 Hello Kitty 的男朋友 Daniel 的颜面国宝，我在那边抽盲抽抽不到，我为了那个颜面国宝笑死。给我糖果，嗯，还是很难。那我翻给你们看，等我一下。翻给你们看。超可愛呀，嗯 ，Number One， 应该波记，波记好吃。什么还是一定要推的？同担巨佛 LY 放在对，但不是这种东西，就是对放在桌边上的东西。日文吗？但有汉字啊。就类似这种，就是日本很多那种这种字嘛，不是啥，是 LY， 是 LY。我决定不出来，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哎，我也不知道无限回收什么意思。一款，谢谢，就一款哦。Aki 最高，不是我在想要特别的，还是要普通的就好？因为普通的就是。一样东西一直买，嗯，对啊，这保险就是欧系，创意的还是通用的？对啊，我在想要创意的还是通用的，刚刚那些都是通用的。你的嘎吉克有执着是不是？哎呦，那什么钢虾啦，是一样的吗？一直捡，一直捡回收过火，好像又有点道理。专属这几个，好，我再来想想。不是，是我买的，去年万圣节在环球买的。
放的感情还是真的感情？差在哪里？冰淇淋红茶就是要有冰淇淋，这是 LY 的台词。啊，那是什么？我没看过。猫酷怒奈，没看过。那你纸类开始抢那个分类。那平板好，没有问题，我会再想想的。今天是设计题，不能看。马克的奈鲁多有啊，但我觉得偏简单的，但我觉得感觉很可爱。纸箱很容易收集，不可能真的在研究哪一个比较好剪的、欸、比较难的是什么？玻璃吧，玻璃感觉比较难。还可以拿来水哦，对啊，纸箱还可以拿来水。现在大部分都回收来，然后都拿去烧。可是不是有那种垃圾分类是要分玻璃的吗？但电池可以拿去赚钱欸，电池啊，可是就不会，电池的钱是比较多啊。你放 TP 之前不知道，救命啊！玻璃瓶，对啊，玻璃瓶。谢谢俊生送的万圣节会员票，谢谢。更有人可以送提拉米苏，提拉米苏给。说废玻璃，我们帮忙处理。电池直接拿去变一下啊，确实。是他。Starbucks 是吧？哦，我从来没有念过，在日本我都念 Starbucks， 念一半，太长了。薯条都可以加大。现在不能，现在顺便就是吃健康一点啦、啊，大家吃健康一点啊。哦，外送一定要大的、哦，真的假的？大家吃健康一点。哇！这个月的话，就看到那个吧，万圣节的啊，今年还有哦，我是去年买的。薯条去盐棒分开，盐棒也分开，怎么送获得一包免费盐？
糖醋酱。秋天以后树塌了，哦，真的假的？真的吗？去演好事不行，我错，我 Oh my God， 是风吹过来我这里，我受不了薯条去演哎、欸，觉得没有味道。一张票怎么买啊？真的假的？是什么啊？今年的限定款。太大吗？那个风。啊，你说番茄酱吗？对啊，我不敢吃番茄酱啊。是的，我家的风声就是永远都那么大，好可怕。我们的风，最后一颗了，我吃最后一颗了。芒果 number two。不然怎么是吃很慢些？还好我现在吃59分，还没有一个小时。几颗？8颗。那我平常都吃6颗，所以我今天多吃了2颗，所以吃慢一点也是可以的。痛啊！舌侧破洞。59颗，没有8颗。后院的山，哦，后院的山在叫是吗？没有，我说我吃了59分。他都睡觉很多，比想象多了，对吧？我平常都只吃6颗，今天吃了8颗。但我妈说，因为那个这次的水饺比较小，所以给我了8颗。所以我就在吃第6颗的时候休息了很久，然后才慢慢把8颗吃完。很多人都破嘴，对啊，为什么那个啊？首先，哎，不是握手会的时候破的，握手会结束之后就破了。常态也有限，常态的东西有限购，那么巧。但我觉得是那么巧，对，今年吗？啊，这个有，我记得这个去年有限购的呀。水饺可以越沉越香吗？是没有啊，是越来越冷，倒是有，越来越冷。我手在等你们做的什么？为什么会结束？为什么会结束破的？可能记者会吧，记者会比较那个要做的事情比较多。香菜饺不敢，我完全不敢吃香菜。啊，越来越干倒是可以，因为我喜欢吃干的皮，那个水饺皮。哎，对对对，冷水饺皮很好吃。对，就是那个皮，冷的水饺皮很好吃。
香菜打咩？没错，鲜虾好吃，好吃。万圣节跟鬼蟹都是限购，要刷票才能买。那今年感觉比较严。跟轮胎摩擦，嗯，万圣节最大一家，吓死了，康瑞台风吓死了，冷水饺不行，多颗粘在一起的，对，粘在一起的话就不行，香菜一层的不行，香菜太可怕，香菜是那个基因问题，基因不能吃香菜就是不能吃香菜。把票开始真的是就是限购吧，因为可能代购太多了，他就不行，怕都被代购抢光，所以才要限购。对，不能两只手分开握。香菜真的没什么特别，不行，香菜真的不行。辣味抄手可以啊，但我不太吃红油抄手，因为红油热量高，所以不太吃红油抄手。大橙子，那我可能是不敢接近你。你说这样子的话，接近你就会有一个香菜味吗？那有点可怕。从早到啊，对呀、啊，可但还是很想去环球玩，哎，但我其实不太敢万圣节去环球玩，会吓死。我一直躲在那个人行道上面，不敢下去。意大利饺啊，意大利饺，你说泡在浓汤里面那种饺吗？我去年有啊，去年是万圣节去的，就是那时候刚好是万圣节第一天，走到哪都有丧尸，没有，根本说只有在大马路上会有丧尸，你只要上岸。就是旁边不是有人行道吗？你只要上岸，他们就不会上来。真的真的，就是你不要在大马路上走，他就不会来吓你。你要上岸，上岸的话，他就不会靠近你，安全 safe。他抓你，他不会抓你了，他不会抓你。在下面比较好玩。没有，在上面比较好玩。NPC 有活动范围，没错。全区他是都没有，他不会，他不会。在上面他真的不会碰，他真的不会靠近你。Happy Halloween, 那刘桑。但是有上去，对，上面就是看别人被吓的区域。那但你只要真的，你只要上那个人行道，他们就完全不会过来。这是真的，就是你想要被吓的话，你就下去，然后不想被吓就上来这样。
不然就是你去做设施啊，反正那时候设施都没有人。就是开始游行的，因为万圣节嘛，万圣节大家都知道看万圣节游行啊，但我真的对万圣节游行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就去做了设施，哇，超快就排到了，好开心哦。吓动物，他们不会吓动物啦。但里面也没有动物啊，里面也没有动物。一整个反向操作，对啊，很快。我那时候蜘蛛人只排了20分钟吧，就进去了。是不会埋的埋僵尸啊，吓死了。有虫吗？你说园区里面有虫吗？有啊。吓动物是我吗？那他们没有瞎，因为我躲在上面，我躲起来了，我躲在上面。哎，真的排超快，20分钟，20分钟蜘蛛人哎，超开心的，排有够快。急性肠胃炎，救命！太难过了吧！急性肠胃炎，解锁厕所，太惨，真的太惨了。对啊，再去一次了，不然真的什么都没有玩到。弟弟的吗？没有，我弟在日本，他在大阪。你有点感冒，哦，像游戏在开传送，蛮像的。对啊，那他没有去，这次没有去环球，他没有去，他没有去游乐园。但他每年都去日本，对，因为小的不在家，他在阿妈家，所以是我在家而已。每年都去日本，对，的话我怎么眼睛没在对照？寒风田，还有我妈，对，只有我，小孩只有我。他又去交换名片了，对啊，他又去交换名片了，只是不知道这次怎么样而已。上次去东京啊，这次去大阪。不是，不会，他不需要靠我，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造成轰动了，他自己就可以了。其实不知道哎，这次大阪，搞不好他是东京人喜欢的，而不是大阪人喜欢的，这样。搞不好，不知道哎。USJ 有很多讲说啊，
好想去，好想去，要怎么讲？行きたい、USJ 行きたい。我刚刚在，对，我刚刚在思考，我刚刚思考日文。谢谢大家。我日文真的只会听不会讲，真的是会听哎，但不会讲。太久没有用了，唐突的日文小学堂，可以在日本旅游就很。因为日本旅游也不用讲什么话，说实在，日本旅游也没讲什么话，你只要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就好了。啊，偶尔要跟店员聊天，确实，这倒是确实。啊，怎么有一只很大只的？但它真的跑很快，哦哦，呀哈！打败了，听不懂日文，准备好说。啊，但日本药妆店很多很多那个哎，讲中文的店员，他们都会请那种留学生，然后去工作，对，因为很多观光客，所以他们都会有，就是药妆店会有很多，可能通常讲中文的会很忙，因为就是讲中文的旅客很多，然后都会很忙，有多过有，我后来去找讲韩文的。因为讲中文的太多，就是太多游客，然后他很忙，然后后来想一想，我想说反正我只是想要问这个东西在哪里，所以我就去问了韩国的，我就去问有那个韩国国旗标志的那个的人，还以为在哎，我之前去过哪里，大阪的帕鲁口，新斋桥那里的帕鲁口，里面全部都是讲中文的，而且是很像台湾腔，然后就是台湾人的感觉，全部整栋整栋，他说哇，我现在在哪里，就那种感觉。故意讲台语，那很难耶。对，新斋桥超多，新斋桥真的超多，感觉很像在什么西门町之类的地方。新斋桥真的不像在日本。司机说鬼真假，那也很厉害。谢谢黑杰克送的骷髅糖果。很多台湾人在那边打工啊，大阪吗？更接有屋顶的台湾，新门町中文可能比较少啊。新门町最近都是广东话、韩文，差不多。新门町很多广东话跟韩文。
啊。哦，日文吗？真的假的？日文我还比较少听到，反而。哦，很棒哎。中山都比较少啊，中山很多日本人，对，中山日本人很多，什么人都有，确实什么人都有。讲广东话，对，广东话也很多。网络坏掉，网络坏了，台湾大的也坏了。没有，我现在用 WiFi。好嘞。我们家里的好吗？对啊，我们家里的 WiFi， 昨天发现它好了。不对啊，我就是我前两天突然间。对啊，突然正常。好嘞，好嘞。他这次去日本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啊，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他们这次去，昨天学校去参观的学校的那个流程跟活动跟去年去的不一样。他们是好像早上参观完那间学校以后是分组。不过他分到好奇怪，看起来是都跟女生衣服，不知道怎么分的，因为他照片出去玩都是只有他一个男生，然后都是女生，我不知道怎么分的，就是当地的学生，学校那间学校的学生在带他们去大城市啊，真的去城市，所以有人在那个什么，你每次还会新街桥吗？别组的照片，就是那个像什么什么，我知道，过里狗。好像，哎，对，就是每次都是很多，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你有拍过的那个景点，然后他没有，他的照片就是去当地的餐厅吃东西的时候拍，因为他们要回报。我要看照片。照片。顾立国，对对对。好了没？拍的那个，那个老师拍的技术很差，不然就他每次躲在后面。因为他唯一比较清楚的是，我找给你好了，我看一下。嗯，那趁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吃的巧克力。哎，我叫他帮我买巧克力。然后他拍给我一个说这个可以吗，然后明明我要买巧克力坐在后面的架子上，我就圈起来，我就说这个、oh. 他买了同一家啦，只是超商的吗？对对，超商的、oh, 他给我那个板，就是板状的巧克力、oh. 但我要一颗一颗的巧克力，然后啊就在他后面，他为什么他没有要认真帮你看，他没有要看，他说这可以吗，像你说那个韩星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他到底有没有去啊？感觉没有去。我说你姐说叫你帮买海鲜，我不要啊，海鲜他我不要啊。他为什么不帮买海鲜？海鲜台湾也有啊，我不要啊。台湾没有。他好像我要海游馆的海鲜。对，他也跟你说他叫你去哪里买就好了。不行，我说你姐就说不一样，是就不理你，他就没有要理你的意思。好，反正这个很好吃，但我不是。他有帮你找，你没问他买几包。我说要多多多多多多，他多多就两包，信不信？你要跟他讲，不然以他不知道拿什么。你找一个，我叫他，我请他帮我买康奇啊，康奇，就我上次从日本带了一堆回来的康奇，然后马上就被我吃完的那个。我不知道啊，他就拍了一个板状给我，然后他就我有盖鱼我。你是先传巧克力的图片给他？对啊，然后拍了一个。我从日本回来是没有给他带吃的。没有。嗯，好像没有，都是我的。对啊。然后你觉得他们不太敢乱吃？因为我会生气。他喜欢吃那个生巧克力那个。他
天不是有吃吗？大袋只会吃一片。没有，不止有一天回来，他我找到了一排。女生不可能吃到一排。真的有，大概累积我会记啊。你有时候会记错自己吃的。没有，真的没有。跟你讲，这个吃的东西我不会记错。有啊，我一次都买四五盒哎。没有，生巧克力我都不会哇哇叫。我没有，我只会记得他们吃了几颗而已。哇哇叫小姐。嗯哼，我不会。生乳包，我忘记生乳包是什么哎、欸。这是在护士吗？嗯嗯，没错。你本来就是很会护士，好吗？但我不喜欢吃甜食，我不喜欢吃的食物，没关系。你会放餐桌那一边，我就知道。然后要吃的，我会把它收起来。阿北送的一颗星，有一个最近有发生我东西被吃掉，但我忘记是什么了。但因为我打开冰箱，我觉得很崩溃。然后但你们又都睡觉了，我忘记了。你冰箱东西，我们通常都不太会去吃。应该是饮料，然后你要把它洗掉之类的。对啊，饮料的话更。但那个才放一天。嗯。还是我以为放很久就有可能。去年那个唐春，唐春也有吗？为什么你们记得比我还清楚？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我只记得你把我那个日本软糖吃掉。我吃掉了、啊。嗯，谢谢黑杰克送的什么僵尸熊抱。很久以前，我高中的时候，然后日本那个就是长条的那个 soda 口味的。我都翻白眼。你把我吃掉了，而且我也不记得，你现在讲我也不记得。我记得，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谢谢丁毛送的糖果收集车，会忘记代表爱不够爱，因为都被吃掉了，我要爱去哪？这些东西都被吃掉了。我很常被偷吃，很常，我都知道。可惜我弟这次没有去那个环球。然后弟弟不承认，对。我看一下、哦、我弟的照片，新的，嗯，又来了。啊，这我还要打码呀，好麻烦哦。为什么？对啊，他为什么都跟女的啊？女生。对啊，你还要打码才不会发现。涂一涂。不知道他那个分组怎么。但是都就有啊，有日本。他看起来一脸没睡饱。他长这样，好好笑啊！旁边都是女生哎、欸。还有什么？我看看，交换名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那个他又胜利了。那这个我也随便涂一涂。那在这里，这是什么？这很好笑哎、欸。什么意思？他怎么跟女生坐同一桌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他又被绑架、哦？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他该不会又被绑架吧？不知道怎么分的。好好笑。而且他这样，他是要讲什么？讲英文哦。对啊。他那一桌全部都是日本女生呢、欸嗯。好好笑。回来问他，他什么时候回来？礼拜天，礼拜六。已经很晚，你忘记上次接他几点啊？你去年去接他那个时间。这里，他真的很好笑。弟弟教一下，好好笑。谢谢又送的天线宝宝哦，天蝎宝宝，讲错。他有变瘦吗？本来是有，他本来就是瘦的。哪有？他有一阵子。哪有？他有一阵子大头宝宝。哎、欸，我忘记我量他头围多少了，53哦，53，大头宝宝。到机场9点多。哦，还行啊，那回来10点吧，差不多。哪有出关到？哦，对，我要出关，忘记要出关了。嗯，忘记。而且因为我们住隔壁的。有些家人是担心弟弟或姐姐去国外，回来带了外国女。57哦，57哦，好大哦，大头宝宝，我不要他57，大头宝宝。我说有一天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就觉得他头好大，然后就拿了卷尺量他的头围。弟弟很帅，确实，我没有，超好笑。因为他小时候跟我讲过，他小时候跟我长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超好笑。谢谢名师送的红玫瑰。男版对啊，我想说我如果我戴假发就会变成他。对。家人真的分不出来，超好笑。就看那个以前的小时候照片，就说哎啊，这是姐姐还是弟弟这样，然后看年份哦，姐姐这样，然后还要看年份。啊，李阳有点胖，李阳的脸有点胖，李阳再瘦一点就是了。字面上的一模一样，连声音都一样，就是我弟小时候还没变声的声音跟我的声音跟我现在的声音一模一样。都要看年份，我们差了7年了。对，我弟变声前跟我声音一样，然后讲电话我们家人都认不出来。对对对，就有时候干坏事可以说是他做的。没有啦，还好，就
就有时候会骗一下，因为很好玩。有时候会说，因为就问说，啊，我啊，我不，我不要回去吃饭。说啊，你是姐姐还是弟弟？啊，弟弟啊。然后后来，就是还是会被发现了。就是挂掉电话之后，我阿嬷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到吃饭时间，发现弟弟有来，就会想说啊，没来的是姐姐这样子。他说他骗我，我说对，骗他。对，小时候也常做这种事。啊，反正认不出来啊。哎，姐姐，谢谢。但还是看得出来，然后替身感觉很开心，没有，但只有在讲电话的时候可以讲，因为看到就发现了啦。其实见的是弟弟不是你，不会啦，他很高，他就是男的，看得出来，骗过妈妈吗？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哎、欸，我不记得我没有骗过妈妈。妈咪，他说以前我不是跟他的声音很像吗？嗯，那我有骗过你吗？我是骗了什么东西啊？我怎么记得？我没印象，小的之前声音有一部影像。真的？对啊，小的小学的时候，也是声音也是很像的。你有骗什么？应该不是什么骗的太多。对，也没有什么。骗什么？也不是，所以才不会有传播。无聊无聊的东西。对啊，反正就是什么，你只是什么饼干糖果之类。对啊，但真的很像。像，但是没变声前都蛮像的声音。为什么？还其实大家没变声前都是一样的声音。还是其实，因为我又没有变，我不知道别人家小孩。你去偷包一个回来听听看。那、啊、你随便打电话打一家呢？有小孩子的，听听看、啊，喂。谢谢波神送的加油，你很啊，没有啊，会还呢、啊，会还人家。超级扰民，随便打个电话。好了，但应该我不知道哎、欸，那应该就差不多。好，但应该其他小孩声应该是不一样。看到狗狗也是想牵走，看到狗狗也是想牵，确实，好好笑。好了，我不会做了，大家。啊！我刚刚看到我弟在吃那个哎、欸，文字烧。哎、欸，是文字烧啊，不是大阪烧。大阪烧吗？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大阪烧，是吧？这是大阪烧。大阪烧，
好好哦，我也想吃，好好哦。那为什么我觉得他每次去日本都感觉很快乐？他是怎样？文字少纸照，我很快乐啊，我也很快乐啊。他行程确实很快乐，真好。有一周日本，上次穿他的时候每次去都有呢，奇怪呢。我在想，一群大叔刷一排羡慕，很困扰。都出东西，你也出，这样会有吗？以后去日本要这样。你们这些人 ，It's never goodbye。哦，环球限定，环球 Kitty。我怎么记得有？啊，因为他是跟高中去，常常说去环球，去日本。所以会有那种高中交换，就是认识那种体验的这种活动，这样。我以前好像也有，我以前也有，就是会有日本人来我们学校，然后我们也会去日本学校这样。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红玫瑰，可以每年也很好。他就是这个是就是另外自己报名了，就是他要去的话他就要报名。高中时候刚好疫情，哎呀，这是环球的万圣节。找一桌日本人打麻将而已，找一桌日本人打麻将。年代不一样啊，很好玩哦。嗯，我们那时候有，风声一直那么大，没错。
啊，现在因为有那个对啊国际观，所以都会结其他地方的姐妹校，这样交流交流。谢谢黑杰克松，救救你哦！我今天一整天要来，刚好放台风假，所以我要来赶稿了。我要来赶稿了，赶生日会啊！大家要来哦，可怕。Work from home， 没错。谢谢。没错，真的要做正事了。我记得万圣节就到这里，等一下会是赶稿地狱，好多东西要赶，因为我是压线人啊。我是 ISTP P。P 人就是压线仔，就睡到下午，没事，下午还是可以写。好可怕哦，这风声真的很可怕。好的，大家，我要念排行榜。脸白超大，哎，对，我后来就拍照的时候，我发现我瞳孔真的很浅，就是我拍照拍起来，哇，我怎么是咖啡色的眼睛？真的是咖啡色的眼睛，哎，超级咖啡色，我现在才发现。就是我最近看照片才发现我真的很咖啡色，我知道我比较浅，但没想到那么浅。明天应该也会放假，真假的？明天也会放假吗？真的假的？明天上午出海，那明天会放吗？宣传环节影片给朋友看，哇！反正不会，不知道啊，但最近都一直在放假，难说，不知道哎，最近真的很难预测，好好笑，最近一直，对啊对对，今年台风假很奇怪，今年台风假，我有差哎，我有差。
强风，对啊，好可怕、哦，它一直在咻咻咻咻咻。十月底，对啊，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感觉来不及。对啊，不要再放台风假，真的很可怕。跟你讲，生日会前放台风假超可怕的。常常放两天的，对呀、啊，很可怕。没有啊，今天不会出门，今天要赶东西。来看看我的 deadline 什么时候？我怎么记得？我记得是今天。但今天如果放台风假的话，那 deadline 就是明天。嗯，对吧？那明天如果也放假的话，那 deadline 就是下礼拜一。对啊，我觉得好了，我今天会完成它的。绝不轻言努力。以为我是屁人。放手赌一把，好可怕哦，黑色的。好的，大家。啊，53分呢，那感觉可以两个小时再关了。嗯，啊、哦，我大脱皮，不能靠太近，因为我现在大脱皮，我现在有点皮肤坏掉。那大家，泉州太干的话，补充维他命 B。然后怕感冒，补充维他命 C。我每天都在吃 B 跟 C。谢谢右上的滑雪板。Baby, just no more。对啊，嘴唇脱皮，唇周干，这边都脱皮。
刚刚从背后拿出产品，没有了，没有要推荐，也没有要业配，就是 C 要吃啊 ，C 就是怕感冒的话要吃 C。嗯 ，C 好像是多次没坏处的东西，我吃那种高剂量的 C 耶，我吃很高剂量的 C。因为我很怕我感冒，所以我会吃很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D。谢谢水城送的缘分相遇，很赞护唇膏有啊，但护唇膏没有用，护唇膏是外要从内到外，外到内只能一下下，就是。真的是一下下，内到外才会比较久。收到超多有感冒症状，超多，所以我很害怕，我每天都回来吃 C。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最近我不知道到底是换完季了没，应该是还没换完季，所以现在在换季。所以现在在换季的话，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像我一样，皮肤真的，我还好，我现在皮肤，大家擦那个 B5 擦完很有用，因为太干了，我跟蛇一样，我一直在脱皮，吓死我了。对，然后跟 B5 皮肤擦 B5 唇周吃 B， 跟我也会擦 B5 啦。一零好像感冒，很多人好像都快感冒，快感冒的感觉。为什么还剩很多？没有，我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也快的感觉，大家真的要吃维他命 C， 我真的没有在业配，但是真的要吃维他命 C。没问题，有，我今天才吃了高剂量 C 跟一颗 B， 啊 B 群不能在晚上吃，因为晚上吃精神会亢奋，所以你要在大概不要太晚吃啊。对，没有，因为最近都在就是没有在上课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么认真。谢谢右上的骷髅糖果。对，鸟头听起来超不对。当提神的特效药，然后晚上都会断电。对，因为 B 群是真的会提神，就是不能太晚吃，太晚吃可能会睡不着。哇，那感觉真的在干嘛，但有可能是因为换季所以开始过敏之类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大家要身体健康。好，我先那个排行榜。戴效用后会很累，我不知道耶，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好像哎呦还好。我来那个排行榜啦，第十名是右，第九名是丁毛，第八名是吉米粥，第七名是阿北许阿北，第六名是博成，第五名是 CKUMK， 第四名是戴维，第三名是庄和喵喵，谢谢庄和喵喵，第六名是微积分大师，谢谢微积分大师，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
谢谢大家，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你就万圣节，哎，我眼白怎么出来？等一下，万圣节快乐，耶！超可怕，超可怕！他听到我在祝大家万圣节快乐吗？万圣节快乐！超可怕！超可怕的！家里安全吗？应该是安全，应该是安全欸，超可怕！补充维他命 A， 维他命 A 是什么啊？我其实不知道维他命 A。很有气氛，对啊，突然是万圣节的气氛呢，突然超级万圣节气氛。对啊，不是万圣节 A。维他命 A， 万圣节，我刚才在想是不是顾眼睛的，不确定，看看啊，维他命 A， 啊，胡萝卜素，所以就是顾眼睛的，占半个真词。我刚突然想说万圣节 A， 不可能没有网路欸，什么意思？视黄醇、胡萝卜素、顾眼睛的，但是我原本测那一把都会有，我原本测那我有一把。就是原本固定吃的维他命都会有。上传 YouTube 影片，什么影片呀？什么影片？恋爱幸运饼干哦。来看 ENFP 跳舞。我在礼拜六要我去握手会的时候，你还在那呀？哎、欸，超好笑！他这样哎、欸，噔噔噔噔噔，好好笑哦！好想要看一个 ENFP 直拍。大家去看 ENFP 直拍，超好笑。没有，人家没有偷懒，人家手还有动，人家手还有动。啊！他蹲不下来，好烦哦！真的很好笑。好想要出一个 ENFP 直拍版，好想看哦，真的很想看啊！肢体上最偷懒，体能上最累，真的看起来超累。哎，他也不能坐下来，他一直站在那里，超好笑。他的手有在动，但他超歪，他衣服跟裤子超歪。
就躺，对啊，他就是这样，好好笑哦，好喜欢哦。但他不能转吗？啊，但我穿过，我被迫穿一次。木学在叫我穿的，但我没有试试看可不可以转，你好好奇哦。这位猎狗，哦，好好笑哦，好喜欢哦。好的，大家，欸，但我不知道选拔有没有，欸，可能晚一点，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大家可以去看看，蛮好笑的。蛮好笑的。好的啊，二弟不能露出背面，确实，那不要转好了，确实。这谁是 MBTI？ 不是那个紫色的吗？紫色的是什么啊？应该会，我不知道，应该会吧。好的，大家，万圣节快乐。是吗？紫色是 hentai 没错，好好笑。好的，谢谢 hentai， 万圣节快乐，大家拜拜。晚点会发文。发猜拳大会的文，最符合最切题啊！再送大家眼白，大家拜拜。看左边，拜拜。别再拖了，好的，大家拜拜。拜拜，明白很多，没错，拜拜，三、二、一，拜。拜拜。